现在想要知道楼上很短，想要穿的比较正一点。没有鬼是吧？啊，他得开到你后面，他把他把你给弄掉，不然你会比较看不到。因为至少你会回头看，人家叭叭叭，你没那么快死嘛，谁啊干嘛的？你有压车过的年纪吗？有啊，就是要故意去板裤子。以前是明明车子没有歪，多少膝盖一定要在看。你是台客吧？台客啊，一定是这样。 我很怕伤害到他们，因为我很紧张。我有看到你快乐的背影，我很怕伤害到他们。很会逼车，太有经验了。不小心就是表露出真实的感受。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啊，又怕撞到人，又怕撞到车，然后我还一边笑得很开心，哎哎哎，好像变态。很像喜剧。完了，一定会骂死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话现在想要平反一下？其实好才蛮笨的，大家就原谅他，他不是坏人。 还是笨了点，怎么样？刚刚好玩吗？还可以，会不会很紧张？会，因为没什么刹车，然后这个下坡就是两个人，重力加速度，大家物理不错吧？应该可以知道，但是就是very快。所以刚刚是有认真在紧张的，真心的演出紧张感，手越抓越紧，就是本来一只手，然后不行。 还是两只手抓紧，握很紧，手都红了。哇，真的！好险，等下有替身。好险，等一下有替身。哎，拍过我替身了吗？还没，他现在正在变身中。OK，我们等一下去来看看我的替身跟我有多像。我们是个专业剧。三、二。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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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这个生态圈很丰富哎，刚躺在那边躺那么久。对啊，有发现蜻蜓、蚂蚁，然后我上次就有发现像是什么晚娘之类的虫，然后还有什么蜘蛛，都爬到身上了，都在身上。然后这土地的味道很潮湿，因为这边都有午后雷阵雨，嗯，这雨没有办法那么快干，所以地板就是有点挡挡湿气很重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不太怕虫？我是觉得虫很恶心，我没有到怕。说真的，我是可以杀死蟑螂的人。哦呦，勇者！今天先想做楼上多条，想做两层两条。没有鬼是吧？第二个，你是我边平常好一些鬼是吧？喂，我感觉怪怪你坐好。好刚是哪弄到杨丽的呐？我真正给他弄了双卡妈妈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冷静。我但是这马落车，别人就会知影人是我弄的。万一真正出人命，我气上都乌有气啊！为着这个杨丽哦，一直搞作对，这是天公伯侯爷报应。世界个乌白徛的，不是我头过要干弄，跟我无关系。你在哪裡？明慧，明慧，一言哥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要紧吗？明慧，你敢有受伤？敢有这严重吗？无，我无受伤，我受伤呀，一言哥。那一堆啊，那一堆！啊！你有要紧无啊？烈哥，烈哥，啊你来伤到安尼啊！行，我带你去找人斗相共，行。